十万大山，千户苗寨。中原人，你姓李。你是谁？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李星云，你来做什么？天之者分派，不良天以治。李星云，现如今追杀你们的已然不是万龙宫，而是整个苗疆。剑柳之斩，狂野之入，幽厉三妙，丝痕难消，真灵情物，十年最要。对不起了，以后跟紧我，无论去哪。夏哥哥，你不会忘记我呢，拜拜。可笑了笑，这天下满目苍凉。师哥，那是之后必是大痛，我什么都不会忘。火狼起，山下方，世间无辜之人皆民也，为何总有一方要死？